Hello，大家好，这次我要下吉隆坡啦。这次又一样的包到满满，整辆车都没有位置塞啦。这边呢，可能就是要拿去丢垃圾。这一次呢，我会自己一个人下去，因为陈佑还在澳门，刚刚回到 KL 吧。我这次会去松生家住，走吧。不买一些东西，车真的会叫到一半睡去啊。看谁来啦！Morning，松生。Hello。累到半死了。谢谢帅哥收留我，不然我流浪街头啊。欢迎来到松生的 hotel。这里就是你的房间。哇。如果你半夜寂寞需要女人，可以 call 我们，我们有服务。哈哈哈哈，摆好了，终于甘愿去睡了，晚安。Hello, morning, 松生，怎么 Hello。啦？在看什么呀？就为了买票，哦，一起去看戏耶！在等你啊，你们家看要不要看哦？我去问他看哦，现在我去找他一起拍片，够今晚我们一起看戏哦。Hello，佳佳，去染头发啦，佳佳。Hello，三金的粉丝，三金要生日了哦，你们要送礼物给他吗？送多一点没关系的，他脸皮很厚了，他收下来了。哇，找到气球啦！我们可以上楼玩气球了。终于拍完我们的手游影片啦。现在刘佳叫我怎样戴隐形眼镜，因为多一个星期将我会拍多一个叫大改造的影片，找可乐老师他们一起拍的。它是有一个 formula 的，用你的无名指扯你的下眼皮下来。拜。Hello, Clarence，你终于回来啦。Hello，哎，我的镜子哦。Hello，双生，How was your day？我问你一样的东西。看恐龙会怕吗，双生？会，很紧张。怎样，恐龙好看吗？很好看。两句。吓到我。平时没有什么机会看到人坐在车里面给 parking fee 啊。我。早安啦！现在我就要去买器材。每次我都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存了一点点钱，就会把钱花在器材上面。因为这次我要拍一个新的系列，那么新的系列需要到新的器材，那么现在就带你们去看我买什么。Hello，就这两个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每次买的器材都有种开心的感觉，每个人花钱的地方都在不一样的哦。有些人喜欢旅行，我就偏偏不喜欢旅行，但是我的钱就是花在这种地方。你猜看这个是哪一座模？买了。这个是让我同时可以收6个音的 extension，本来那个 receiver 是可以收4个，这个再加2个，可以变6个。帅哟！哎，短头发，我又回来了。得空就来做一下脸部护理，不然真的要变熊猫了，整天熬夜。Hello，我又来拍啦。今天呢，我们会去找 Dr. Lau 拍父亲节和拍十元贩卖机。
来到这边，这边有三间这个十元贩卖机，不过他说如果轻摇没有得马上 review 啊，所以我们去找那种轻摇可以马上 review 的那种。没有，我刚才问了那位漂亮的小姐，她说这边也没有得 review。 我们今天跑了几间十元贩卖机的店，差不多六间七间这样，然后发现到全部都没有得当场 review 了，所以刚才我们 call 了那个十元贩卖机的负责人，他说明天十二点这样他会准备四个 review， 约个地方我们再来拍。我们刚刚到一分钟了，嗨。影片那一周没有做。OK， 好啦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我第一次约会，今天请来了。大家，我是不上镜的上镜。我是不会吃菜的 Darren。我是。啊 ，OK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. okay, 好了，跟你讲。我不要讲。Hello， 汉杰。Hello， 汉杰的朋友阿三你好。Hello， 可以。Hello， Maurice。Hi。Hi， 谢谢这位帅帅的音乐制作人跟我一起制作这首新的歌，谢谢他来帮我帮这样多，所以现在来跟他商量一下，看我的歌要怎样写才会比较好。有情有情。来。双生，我去吃啦，记得想我哦。现在我就要去找一位朋友 agent 谈广告，看谈得成吗？谈得成就多一点钱买器材啦。Hello， 是我是要进来的，我的器材的钱全部都靠这位朋友的啦。很奇迹般的，我在这边尝试戴隐形眼镜戴了进去哟。那我现在我就去找可乐老师。好，不重要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。今天呢就约请了两位大师，一位是可乐，一位是小小老师。拜拜。现在呢，我就来这间牙医检查我的牙齿。当人上了一定的年纪哦，如果这个不检查，那个不检查哦，就会开始出很多问题啊。所以呢，在我的牙齿痛之前呢，最好我来检查，不然到时痛的时候再来检查更死。Hello， 哎、hey, hey, ，医生你好， hey, 医生。Hey, 所以这位帅帅的牙医就要帮我检查我的牙齿了。这个是他帮我检查前是这样的。最肮脏的地方都是在牙肉跟牙齿的中间，就是这个地方。看到的部分我们已经弄掉了，现在是还没有看到的部分了。因为肮脏不只是在牙齿上面，还有一些是藏在牙肉下面的地方。小狗就变这样。如果要做 appointment 的话，要怎样 contact 你们呢？哦，很多，你可以 call 来 Facebook， 也可以 Instagram， 也是可以。就L&M 单都是啊。好，所以谢谢你医生，拜拜，拜拜。Oh my gosh, rich as Song Sen. No, I'm not rich. This is awesome. Oh my god. 哇，老你就好哦，有人送我还要自己去买，你看我那里是自己买的。喂喂喂，你不要拔去，我要拔的，我要拔的。哦，好爽，好疗愈，耶。哇老诶 ,144Hz 2K display， OK， 不要拍了， OK 了，大概讲就可以。反正又没有赞助我 monitor。 哇，松散的桌子又更加没有味了。
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一间叫三位 Pyramid 的 shopping mall。我现在就会去随机问路人，看他们愿意送我什么生日礼物。爸爸，我回来了。爸爸，爸爸不应人了。哎呀，爸爸要回来了。好啦，我们要离开啦。拜拜。拜拜，双生。拜。好啦，我们这一集的 vlog 就到这里啦。Bye. 谢谢双生。很好心的收留我跟 Aaron 整一个星期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过去大勇的家那边住的时候啊，我们在 KL 就是在朋友的家之间流浪过了。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啊，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也可以按我们头像这边订阅我们，也记得打开小铃铛。那么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